待会急性大半季了。现在不要急。我这是我们老家长，想来的不用你到时候你想来的话，你联系我，因为这边有些情况你都不知道，有些地方不能去，有人管控，然后有些地方是挂网的，有些可恶，你都不知道，打了不少了一会儿。不少。来了到这边，你找我就行。我们这边放水了，在这扁子上随随便便一网翘嘴好几斤，这两个师傅是那个小飞盘撒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只能撑下那个小飞盘，大网装撑不下，就还不能撒开还拉不动。等一下哈，他们摘完了再给表演两网，两三网都能打一水桶。给你上抖音。没打开。哎呦。没打开也能撒到鱼哟。这一上来都一溜子，一群。哎，人群呢？一上来都一群。不要开，有啥路你就开，快点！哎，倒霉了！哎呀，快！也能盖着，你没拿？没说呢，哎，这大衣都盖着了。哎，刮跑了，这水大都大，我这啥？我刮跑了，该死鱼。这个别让大菜，别了，我免得我自己。走。不知道啊，从这上去那转了，那都是。手中挨个上拧，你也不穿个衣服。手中短喽，不能给票哈。下边到大海好挂网，我马上来换。不能给票。哎呦，这边往长进了，这山那么远呢。草鱼还怪大，大半季。好，三八了。三那不是跑了。好了，三。不是八，都是眼镜呢。什么鱼？金鱼。
我说你等草地多过去还。咱这绝对了，汪汪有。哎。可能是草鱼小，我那汪洋稍微大点跑了。就得啥圆叫鱼，啥隔年没有鱼。低点拽，大腿给逮完了。钱鱼养的肯定也有鱼，软骨呀，肯定有鱼，软骨都有，都有鱼，拽吧。挂挂不死这儿。他挂完了，两完了你。你。不是有鱼？有两。三条。三条啊。嗯。有鱼。你怎么去呢？这鱼怎么拿不出来？那去年。打我呀！去年这鱼多的。现在的地名都是你收啊！好，单位上小闸口，你替你娃收的，我奶奶。走，今天是那个放水的第二天，流量干到3500了，到3500，但是那个鱼情不咋地的，刚才撒鲫网都撒些小鲫鱼。我再换一个地方来看看怎么样，再换两三个地方看看，不能知道大体有没有鱼了。